让我们看到裁判的哨声响了。哦，这次来，接下来双方球员官方暂停时间，抓紧休息调整一下。来，看再换这边白队进攻，中锋准备发球，看这边居一鸣和哈拉路奇两个队友之间的配合，中锋。开球给到四分卫，寻找机会，一次传球给到队友，漂亮！我们看到这一次又是一次漂亮的达阵，白队再拿六分。双方通过半场短短的几分钟，现在将迅速找到比赛的节奏了啊！加油加油！达阵呢，漂亮，又是一次完美的传球达阵，哇，这次配合非常的默契。哎呀，我操，哎呀，没错，我们知道腰旗橄榄球啊，这个庆祝动作也是非常讲究的啊。好样的，现在双方战成十八平了，刚刚又是一次漂亮的传球达阵，来，十八平，上半场十二。这次黑队的防守确实不错啊，成功的防住了两档进攻，都是让他压力来到白队，加油啊！看这边，中锋居一鸣做准备，给到四分卫阿拉波奇，看这球给到保卫卫，哦，又是如出一辙的技战术啊！一个真假地交过后，右路再由阿拉波奇成功完成冲球达阵。哇，现场比分改写为18-24，六分之差。但是上半场还有最后，进广东联队成功晋级决赛阶段。我就大伙儿见吗？